嘿，季节花里胡哨，做最有趣的干货教学。大家好，是你们思思老师。今天呢，用金榜的83色纳米免调色颜料给大家演示一个苹果啊。这里呢是黄物体三色，直接涂，有手就行。这个阶段你的黄苹果还不会画的，一定要看过来。我这里是一个冷色调的苹果啊，就你不需要具备任何技能，你只要知道形状怎么涂，有笔有手就行了。快看效果，好。然后有进阶版的，进阶版的呢，就是在这个上面我们去透点颜色，透点纯色。你像眼角肌线的地方可以透点大红，反光的地方我们可以加点紫的颜色。我这里用的是紫不亮啊，哎，投影里面再做点透色。凹口用黄物体暗加一点点大红，怎么样？让凹口加重。然后呢，就是灰面，我们的灰面颜色偏冷嘛，我们可以加点中黄啊、橘黄啊，做一下我们灰面的这个冷暖，对不对？哎，往左走，我们加点黄绿，让它冷起来，明确的拉开左右的冷暖变化。凹口这里啊，同样的道理去衔接一下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如果三个面太少，我们就做四个面，反正就是在亮灰暗这个三色的基础之上，我们去进行一个优化啊。然后边缘加一点点偏光色，偏冷的冷灰，然后修修形状，卡个点。那么点上高光，我们这个时候一个有颜色的黄苹果就完成啦。长视频可以私信思姐获取哦，记得点赞，再见。